思想中谤法和行为上谤法罪业是不是一样的？思想中谤法通过这个悔恨和发誓不再犯，能不能消除这个罪业？起心动念和言语行为造业是一样的啊，你念念地藏经就晓得了啊。地藏经上佛说的，言福提众生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，无不是业啊。你就晓得一个人在一天当中造多少罪业啊。消除罪业呢，确实是要忏悔，忏悔最重要的不再犯啊，那叫真忏悔啊。忏悔之后啊还犯呢，那不是真忏悔啊，那就不能够消除业障啊。所以古人教我们多念一声佛，这个话有道理啊。打得念头死，虚如发生火啊。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。不必要说的不要说，不必要去想的不要去想啊，这样才真正能消业障啊。想佛念佛，